他那个是我来买的那个，哦，是你的，我原来买的那个破那个，对。你那个 pink 的项链，它这边阿拉斯加能比加拿大能走下半个月。但是 pink 我估计今年还得1.45万。没那么贵，加拿大只有。你是什么？对，你是什么？我想要便宜。那没办法，它有个框架。我要是能客户接受，我无所谓啊。我做一些 king salmon 和那个。king salmon 太贵了。可你卖也贵啊。那你是卖高端的，我们也不是，我是。